社群有关系要勃起了吗？就是传一个讯息，反省吧，检讨吧，吵架这是不应该的。大家就在问俊谦说，问他说你是新的国民老公，啊、你有觉得你终于卸下这个称号了吗？接班了，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，我是爸爸。跟小演员的部分，教群有关系要勃起了吗？就是传个讯息，有稍微回吗？你是跟他说就是少喝点，然后是没有说的部分，我就不去多讲。但反正我觉得就是反省吧，检讨吧，吵架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们聊一下另外一位非常演员。好，有没有跟伯杰？非常值得传一个非常的讯息，非常关心的讯息，非常不认识。介绍你女儿给她认识吗？啊，非常不认识。拍到气质才比较熟吧。对，然后这次就可以开玩笑。算是慧伦姐帮我们破冰嘛，因为我们都比较害羞。你像一个新加入的人帮你破冰。有一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你们看起来好不熟、哦、大家讲完那句话之后我们就变熟了。孝璇哥知道我喜欢拍照，所以他借了我很多镜头，我还没还你 sorry。